你可曾幻想过躺在青青草地上，仰望着蓝蓝天空，边吸取大自然的芬多精，边随着音乐摆动？现在这可以不只是幻想，独立音乐厂牌耳福音乐将主办一场大马前所未有的中文大型户外音乐节——天空音乐节。所以我们在心里面有一个愿景，有一个憧憬，一直在想说，我们有自己想象很漂亮、很舒服、很有意思的一个音乐节的画面，一直藏在我的脑海里，然后一直没有实现，然后等了很多年、很多年、很多年，终于。今天就是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喜悦，我们就想做马来西亚第一个中文大型户外的音乐节——天空音乐节。这场音乐节演出阵容汇集海内外19个单位的歌手，包括来自台湾的娃娃魏如萱、草东没有派对、Hush、大马新晋组合阿尔凡、V、陈汉伟、Danny、温立明、文小飞等。其中首次来马演出的娃娃魏如萱有特别嘉宾一起前来哦。大家都知道娃娃怀孕了，对不对？然后他说：“我说，娃娃，我们要不要找其他单位代替？我担心你已经有孕在身。”他没关系，唱到身。所以音乐人的那个心态跟那个精神，我觉得他真的是爱音乐。他说：“没有问题的，高原我来。”所以我会给他女王般的待遇，让他好好感受我们马来西亚的风情跟我们这边的人的热情。李多吉也非常感谢驻马来西亚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愿意配合这一次的音乐节，不过却被主持人抓到辫子，趁机调侃他：“你感谢台湾，就表示马来西亚政府没有支持哦。”OK， 好，好，因为大家也知道那个名单刚刚公布了，我也不想太为难，说马来西亚政府说他们不出来是什么。不过我们确实有在联系马来西亚这个文化和旅游部去进行这个合作的。至于接下来消息，就等官方的网站这边看发布，看会有什么合作。天空音乐节内容十分多元化，汇集了30家精心选择的餐饮摊位，还有东西方创意市集等你来逛。记得不要错过本月28及29日在金马伦高原举行的天空音乐节喽。